和越南女友同居第一天会发生什么？为什么不停地搞卫生？全部收拾好了。嗯，好勤快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啊？你想干嘛？洗澡睡觉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你去洗吧。啊，你先吧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那我去洗啊。嗯。有事教我，你就自己收拾一下。好的。哎，忘记拿沐浴露了。哎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你为什么洗澡不脱衣服啊？我还没开始洗，我要去拿沐浴露。嗯。你准备干什么？没有，我看看你要不要帮忙什么。啊，帮我拿一下沐浴露。哎，谢谢。是忘拿毛巾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没有，刚刚看你拿衣服没有拿毛巾啊。谢谢啊。那一起吧。哦 ，OK。这么快就洗好了？对啊，我洗好了，你去洗吧。你，我洗完澡。嗯。你衣服放哪里？我帮你一起洗。我已经放在洗衣机了。帮你洗衣机啊？嗯。衣服放好了，那现在去睡觉。对啊，那不睡觉干嘛？你就穿这样的，没睡衣吗？我忘记带睡衣了。嗯，那我等下给你一件穿我的吧。嗯。好了。嗯，睡好了。嗯，那今天我睡哪里？你睡这里啊。那你呢？我也睡这里啊，你看。两个枕头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嗯，但是今天我刚来没有习惯。没习惯？嗯。那今天你睡床吧，我睡沙发，好吧？让你习惯两天。睡沙发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我男人没关系的。嗯，那。就这样。嗯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里很暖的。第一天来没被子，我就睡这里的。你去睡吧。好的。嗯。帮我关一下灯，明明。好的。怎么了？一大早在外面搞什么？这么吵！你在干嘛？啊？在做早餐啊！啊，这么早就起来做早餐啊？你做啊，我准备做好了。买好了。嗯。啊，有面包，打鸡蛋的，你会打吗？会。OK。相信我。相信你。你是八生的还是熟的？我要吃熟的，翻过来吧，煎一下。嗯。吃早餐啦！哇，好丰盛啊！嗯。一大早就早上吃真好。以后不要那么早起来的，没关系的。楼下有很多吃的。嗯，也有很多事。没事的，这个简单嘛，可以。嗯，等下我们搞完卫生，我带你去吃中国餐。嗯，好不好？还去逛逛中国超市什么的。嗯，逛一下街 ，OK。好的。今天第一天，我们浪漫一点。好的。你也吃，你也吃。嗯，我感觉我自己做的也好吃。好了没？出去玩了，带你去吃中餐厅了。好冷啊！啊，冷死了！就去这个中国餐厅吃吧，这里近，冷死了。吃饭喽！感觉他好喜欢吃中国菜啊！是啊。嗯，你吃吧。
哎，等一下吃饱了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看电影啊？嗯。这么浪漫？肯定啊。OK。这下就是。OK。这个好吃，那还没去玩打包吧？打包，这两个打包，我们吃饱了。买单。三十二万。三十二万呢？一百块不到。这两个帮我拿两个盒打包。好。不浪费。去看电影啊！哦，走起。到电影院了。哎，越南看电影贵吗？去看看吧，我去买票。买票，走。过来，等一下，我们这是个电影。这个电影啊？嗯。哇，男主女主好漂亮啊！我们去买票。买了两张。这是12万一张。十二万。还有什么？爆米花。爆米花多少钱？十万。十万，那一共是34万。34万。啊，刚好100块，家人们，这边看电影。跟中国比，这边贵吗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？进去啊。这。刚好开始了。结束了，结局是男孩和女孩没走在一起，太悲惨了。那个男孩还在跟别的女孩有 BB 了。哎呦，你以后会这样呢？怎么可能？看我太凶了，然后啊！不会，男人都不好了，这儿妹。男人都很好的，中国男人不会，这是越南电影吗？嗯。回来了。今天是我和阿峰同居的第一天，那大家跟女朋友同居的第一天是怎么样的？评论区评论一下。对，有没有勾起你们的回忆呢？拜拜，大家记得点关注点赞哦。对。